下杯，正在召唤着这些选手们向之拼劲。但现在 ，OMG 和 Snake 已经站到了赛点局。是的，是的 ，OMG 已经掌握了赛点，2-1领先。对的，但下一场比赛他们将会在紫色方。啊，今天蓝色方好像都赢了。对，蓝色方都赢了。啊，选到剩下队伍都输了，对吧？你要这么说也对，对吧？其实今天的前中期的节奏都很重要，每一盘基本上前中期稍微有一点点小优的队伍都会迅速的滚打雪球。哦，其实这两场比赛看下来，在开局我们就说过，这两支队伍现在都是以进攻著称，对，所以进攻的比赛，就你想看那些很容易打出进攻的比赛，就要么大胜，要么大负。是，而且今天两边的 BP 确实决定了很多坦克上不了场。是的。在这样的一个破破型的阵容面前，没有一个坦克的话，其实两边的阵容都会败得比较快。啊，就是没有坦克就没有支撑到后期的一个功能了嘛，对吧？对，是的。而且第一场应该说盛香哥那个，沙皇拿出来之后，对方选择了没有对线，导致他座位没发挥出来。是的。结果第三盘对手选了瑞兹之后，他们已经是拿出了一个圣加雷克赛的体系了。对，所以说瑞兹这一手拿的还真的是很适合夕阳。现在瑞兹，你说他没怎么赢过？那、啊、这一场就连续赢两场了，兄弟。不是，我没说没怎么赢，我印象中赢的比较少，就是他用老中单，他用的少，肯定还是有练过的。好吧，那这样的话，双方的第四场比赛马上就要来了，两队的粉丝你们在哪里？赶紧，因为这场比赛有可能，我只是说有可能会成为今天所有的对抗里面的最后一场。是的，但是这一场 Snake 是坐镇蓝色方，他们也不想马胜利是拱手相让。是的，所以说两支队伍都要加油。我们先看一下双方的 One Pick， Snake 蓝色方 ，OMG 红色方。在蓝色方看他们的班人，我觉得这一场可以考虑要不要拿下酒桶。哦，真的是可以，因为连续三场了，连续三场都是零要酒桶，泰坦 MVP 泰坦。好，这边是没有搬，是还搬掉了大树、牛头，还有一个瑞兹。另外一边的前两手搬也是完全一样，一模一样。最后再搬一个复仇之矛，怎么样？这场上单已经被搬的足够多了。搬艾克了 ，ZDR 的艾克，前两场表现还不错。哇！拿复仇之矛。哇！最后的关键赛点局里面 ，RPG 选择放出对手的复仇之矛，这个版本非搬必选的英雄。这个是给 Martin 一个机会啊，给你秀的机会，真是给你秀的机会。但是这边还是可以拿酒桶，今天林耀的酒桶确实状态不错。哎，但是你说复仇之矛拿出来，现在你还能拿谁去针对复仇之矛呢？就拿多一点控制吗？就 ADC 也不需要针对。我没有说 AD 啊，之前我们看到复仇之矛出来，往往你这边有一个人马，可以在后期限制他的一个伤害。这边泰坦加酒桶还是。今天林耀跟 Amini 其实两个人的发挥，我觉得是今天 OMG 的取胜的关键。没错，他们俩这三场一直有很不错的一个表现。雷克赛这边，雷克赛锤石，哇，复仇之矛加锤石，这边上路圣山哥又是拿出了自己的纳尔，这三手的选择，纳尔跟锤石这个选的非常的漂亮。上一场少了开团的手段，这一场就不少，对，连 ADC 都能作为开团，花样开团，是的。那 OMG 后面，这边肯定要拿。如果说限制复仇之矛的话，还是 EZ。但是我觉得 OMG 既然选择了放复仇之矛，对方前三手的 pick， 他绝对是已经猜到的。对，那狐狸应该不会这么早选，现在肯定要拿一个上单跟一个 AD。上单蛇女吗？你觉得有可能吗？打那？对。那还是算了吧。但中路蛇女的话，其实不太会。不过蛇女其实面对复仇之矛，其实还是有一定。哦，是上单泰坦，还是留给无状态一个 counter 位。夕阳的上路应该说使用很多的英雄都被搬掉了嘛，泰坦是他最常用的、就是。之前我不是说了吗？他的英雄大树、泰坦、人马，对吧？之前的那个 LPL 里面是比较多出现的那几个英雄。这里还有一个沙皇，因为刚才如果选蛇女的话，还有沙皇在场上，他也不太敢选。卡牌，游神自信的点了一下头，这一把节奏要带起来啊！这一盘这个阵容就拿的像样多了，像样多了。这个就是有先手有反手，开团能力都非常不错，而且在出去的游走上面有花样，有非常花式的一个，就是说留人和小控制的手段。对。但是我觉得以这么长时间的 LPL 联赛的对抗经验来看 ，OMG 拿到的两个点。安妮加泰坦，你还记得有多少次比赛？安妮加泰坦无脑式的开团，这开团能力确实很强啊。对，如果 ADC 换成一个轮子妈的话，就夸张多了。哦，你最后一选还是要拿一个破格型的英雄。这边如果拿一个 EZ 的话，其实他们的伤害是够了。
吴状态今天很执着，很执着。这四场还是要犹豫一下吧。接着说，这个怎么解释？拿沙皇的话，我觉得是更好一些。如果拿沙皇，对金丝的保护会更好一点。对手其实突他确实不是特别容易，对他的针对也不是特别够。线上打的话也比 EZ 好打卡牌，像是我觉得确实只能用这两个字来形容。维诺托是更好的选择。 Better better better。 对，忘了说了啊、哦，下次早点说，不要给吴状态这种刷我们的机会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对线情况。这一场赛点区最后吴状态拿出的是维克托，上路盛强哥拿到的是纳尔来对阵冰封夕阳的泰坦。这盘 ZDR 又是选择了雷克萨，而林耀再次使用了酒桶啊。中路的话，如神也是再次拿出了自己的卡牌来对阵吴状态的维克托。 Martin 荣愿以偿的在整个的决赛圈是拿到了复仇之矛，而对阵的是 North 的金克斯。这盘艾拉是选择了锤石，而 Mazy 是选择了开团很凶的安妮。这一把你刚才说了看 OMG 的野辅，这把就更要看野辅了。这个野辅游懂，游懂能力很强啊。对，我觉得 Amazy 的安妮他是什么，他是一个冲动版的 Miko。 而且中路拿维克托的话，线上会给卡牌很大的压力。是的，再配合这个野辅，我觉得这盘幽神的压力是最大的。而且吴状态这里拿到维克托，他是可以做到如果让卡牌去支援，卡牌就要丢线的。对，好的，那这样的话我们看到双方的选手、双方的粉丝都已经在场内三拜，我们马上进入到双方的第四场较量。专业。不是，现场怎么都开始啪啪的了？发生了什么事？刚才不知道是哪个队必胜。米勒架娃，哎，为什么？米勒架娃娃。就是她是女的嘛、大家可能一直不知道这个事实。好，来看一下这边的一个初期的选择。OMG 刚才是尝到甜头了。这一波一定要在初期的这种一级团的战术博弈上取得一些优势，而且安妮还是加了 W 出门的。刚才他们一团好强啊，你觉得吧？确实是啊，对吧？金克斯一团，我真的觉得这个 ADC 里面是相当强的一个选择了。但对手也不弱了，锤石卡牌，复仇之矛。这一团换线还是好一点。安妮的游走跟着林耀的酒桶 ，Snake 肯定是想对线的。上一盘就吃了一级分路的亏了，你肯定要兑现，因为如果你换线让 Amazing 这个安妮游起来的话，全军出击，你简直是太难过了。主要换线安妮、金克斯都比较的爽，而且圣城哥拿到纳尔的时候，如果兑现，其实他能够打出一些优势来。这边三个眼位，锤石跟复仇之矛应该要压一下，对，不着急进血，稍微等一下。这个时候再上的话，那边金克斯应该已经来不及走了，来不及了。但是还要硬换，这今天就是不想跟你对线。可以，这边硬换的话，而且这个硬换成功，还可以对他们初期的小龙其实是有一定帮助的。硬换丢半波兵吧，哇，还要丢很多兵了，丢很多兵。幽神在中路赶紧清线，这盘幽神在中路一定要非常的注意啊，闪现加。哎，这里。看到了，他在这边已经到二级了，被打掉了，危险。怎么说？这个可以三 buff 开了，可以三 buff 开了，应该叫出去闪现。怕安妮，他爸后面还有人。哇，这个是这个三 buff 开不了了，因为看到你这样走了，那可能酒桶和这边的一个泰坦马上要入侵到对方的蓝了。这边只有一个一级的卡牌，泰坦难道要回线吗？要让酒桶单人打蓝，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举动。不过。那个这里并没有选择直接去守的，感觉对面可能不会过来。没有选择直接去守的啊，这个。其实这一波我觉得锤石可以先过来蓝 buff 看一眼。对，因为你双人路在上的话，这个蓝 buff 不应该丢的。而且你泰坦已经上线了，你现在把兵线推出去的情况下，其实是没有压制力的。这个蓝 buff 丢的有点可惜，有点可惜了。本来 ZDR 这边是三 buff 开的，那酒桶这边直接来到上路配合丹尼，这一波上路是一个三包二。但是泰坦这里不会，哎呦，这一波如果可能是一个包被反包吧。这个主要酒桶没技能啊，他没有 W 没有爆发。是的，
所以他还是放弃选择去上路了。这一波如果包的话真的很危险，因为会形成一个四打三。扶植猫太灵活了，不太好杀，这几个人的爆发没有被扶植猫放风筝很难受的。下路这里直接传送上线了，能不能纳尔这里回到下路。兵线过来了，传送收一下经验。你觉得金克斯和轮子妈对于这种压上单来说是不是也差不多五五开？我觉得金克斯还好一点。这肯定嘛，抵不了最差的轮子妈。金克斯至少还能支援。上路这里感觉有点危险，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对他们上路来造成支援。一起的这三个人不太好杀吧？而且已经升到二了。如果有纳尔的话还能尝试一下，主要他们这两个人是两个人都有控制，冲击越塔强加的话很惧怕对方的这种控制性，这样的话两边除非是锤石先手勾搭安妮，对，只能杀安妮。现在灵药在对方野区晃荡，其实这四盘灵药的酒桶我觉得真的是应该办一下的。今天灵药酒桶的感觉前期的gank就很有节奏，对，就算他出击的几个 gank 没有获得收益，对，他的中期一定会有一波比较漂亮的一闪或者说大招的炸回。今天灵药的状态还挺不错的，是的，下路想要打得很主动，想要来搞一下这个圣香哥，不过现在只有一个金克斯帮他，两个人也杀不掉，金克斯开始控线了，这边圣香哥只能远端利用自己的技能帮他又是一下。传送哦，幽神压刀是压得有点凶，他刚才回家了一次，回家传送上来，居然是一排。幽神如果没有，刚才我看的他最后的带的招技能是疾跑，应该是最后时候换成传送。他要是没带疾跑的话，就证明他这盘线上会打得非常的惨。对，他也不考虑什么后期，就是靠节奏，就是靠支援，大招大招，对，就是靠支援。阿雷克赛现在还在帮下路清线，中路肯定要打得更稳一点。小北这边金克斯还是比较的舒服，纳尔跟雷克赛其实很难对金克斯造成威胁。纳尔在这人上单里面配合打野的能力是相对来说比较一般的，特别是在前六级。大刀补的确实还不错，现在只能看能不能漏一个。无望他在中路继续扩大自己的优势，对方已经在传送了。对，这个线上没有任何帮助的召唤技能，无望他这盘线上一定要打得凶。是的，安妮就在旁边。幽神这个带招人很危险啊！锤石这边也在过来，哎呀，这边地主开个酒桶，但是后续杀能不能给出来，直接杀掉了。灯笼点过来，这边还有一个支援的夕阳，夕阳是有闪现的，因为知道这边雷克赛的闪现还没好。这边有个螃蟹，哎呀，哎呦，泰坦过来，我看这边是成功给到了约泰坦这一勾，有没有盲勾勾到了？勾到了啊！这一下真的是太伤了，没有想到 OMG 会这么早派四个人来中路，这一波螃蟹这个加速可以了，哇！现在幽神就一口老血扑在键盘上，这个有完没完？这是一个千年老蟹啊！而且王杰确实是一点都不省技能，有闪现的时候就利用闪现来打。来来了，这场比赛我看过，他们这种节奏，就是安妮和酒桶还有什么上路的这个泰坦，他们三个人的作用在这支 OMG 里面现在是一样的。前期这种 OMG 的节奏太熟悉了，对的，换线成功，野辅双游，强势的压。压对方的这个卡牌，哎，你说白了是不是又吃的视野的亏？确实是啊，而且卡牌它这种召唤师技能确实容易被针对。是的，一旦怂不住，死得很快。一旦你开始死第一次，这个东西就好像你吃辣条一样，根本停不下来。还好是闪现没消。对，这闪现再消的话，再来一波套餐就是必死了。对，这个闪现我觉得还是留着很有价值的一个技能。闪现就捏在手里，让你下次来干够的时候至少考虑一下，对吧？你不要什么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一摊肉。幽神还是很聪明，刷爆 F 四，刷了个三个，让自己的补刀看起来丰满一点。对，哎，至少让对方换线成功的话，卡牌的作用是又被降低了。是的，前期还要被针对。哎，我感觉现在确实是换线的时候，他们的胜率啊、打法、节奏会好很多。但是他们的换线和 EDG 的换线不一样。好 ，EDG 换线以后是干嘛呢？打节奏，厂长开始钻野区布视野拿小龙。OMG 是打架。哎，这个我没中。夕阳现在这抗压能力绝对都不管，硬抗压。这边 Martin 还没有到六级，到六级的话可以尝试一波越塔。而且子墨应该是想加快自己推塔的节奏了。对，来了，他又来了。这酒桶也很那什么，就是我也不干肯定，我就中路走一遭。对，还要过来打蓝，安妮无状态都在，
这边叠加的速度够不够快？这边蓝马够不够？啊，能打上吗？被惩戒了。林耀反应很快，直接惩戒下来了。但这边给他一个 W 的减速，不过还好优势这里跑的是比较快。下路这里本来还要推掉，直接给了一口治疗。全英达这边应该走远了，已经没蓝了。这边跑不了了。今天艾拉的手感不太好，还要硬打。这波实在没办法，也没蓝了。这波其实要提前走的，因为你看对面已经是交点人家治疗，这样硬杀了。对。而在上路，盛江哥的怒气还不错，有七级的纳尔。是的。线上还比较的安全，雷克赛也在后面。那看到对方的下路塔已经是加快了节奏，现在上路也是想推一下。要上硬来。哇，闪现给大，这边是大的拉维特，拉维特这里非常危险。给到一口治疗，反身一个地，我的天，这一波反打，但是有优闪现过来顶替了这边的东，双杀，右边这里很尴尬，怎么说？周头来回一个大招，直接扎了回去。这边还有一个减速没有关到，但是林耀的撞是撞到了。林耀这一波，林耀这一波出现的太及时了，直接收获了三杀。这一波其实是一个三 v 三，但是林耀的出现直接让金克斯飞起来了。刚才导播给了一个夕阳的镜头。就中国人长得比较的像，给到夕阳的镜头说明好。刚才这一波跟夕阳抱对手的 miss 是很有关系。好，先来看一下这里，直接纳尔上去硬打，这个有点勉强。主要没被这里没被秒掉，队友跟不上，伤害不足。就如果没有优神的话，这个安妮都跑掉了。关键是雷克赛的硬顶也是被这边金克斯飞起来之后成功收割。这边九筒也是成功的赶到，把金克斯的性命是保了下来。金克斯一波三杀，三杀，这个三杀太关键了。这又是一个大节奏，啊，这一波确实比较的勉强。雷克赛的雷克赛跟纳尔两个人其实没有太好的一个衔接。是的，主要是对手还有一口治疗，也是救了一点回来。对，啊，金克斯现在是心无旁贷，下路慢慢发育。反正我的发育已经领先对手三个人头了，对吧？就算我们换线一直在平稳补刀，我现在领先你三个人头。幽神刚才是跑上去的还是传送上去？应该传送上去的。对，那的话他大招还在手上。其实有时候你觉得卡牌在你身上，哎，这里兄弟接手，然后他有闪现，又没有得到秒解，秒解到了这边的减速，反身要杀这边来了。哎，差一下没有死，交流闪现，黄白地道有点勉强。W 又中了幽神，幽神被电电有点闪现，但是幽神自己闪现是没有的，能跑掉吗？这边应该跑不掉了，被安妮一个 W 收尾。啊，这边小北赶到。被减速一下 ，W 没有中，没有给到小北。这里的话是有红 buff， 有红 buff， 能打掉吗？应该是没法跑了吧，差一下，粘错死了。这波是二换四，米勒刚才虚得很，有红 buff， 红 buff 还好还好。对，导播又给了镜头，夕阳，这个男人，我在上路拆了一座塔，是这样吗？哎，他就把这个认错。好，这边一个大招拍过来，但是安妮又来了，盛江哥马上变小，安妮直接给他大招，这边是要硬杀，这个有点过分吧？我觉得有点过分，算了，这个太不给盛江哥面子了，盛江哥大腰带在手上，我以为你要说大腰子在手上，吓我一跳，大腰子在手上，你们最近吃多了吧？每天晚上我告诉你，宵夜，我们从来到北京开始，每一顿都吃，现在这一波这边卡牌直接被亚维兹被击杀，但是有红帽子金克斯怎么办啊？又拿了一个。幽神有点急了，爆炸了，爆炸了！这个真幽神真的有一点急了，强行换那边辅助人头给这边金克斯起飞的机会不划算啊！对，金克斯已经七个人头了，默默的已经拿到 Godlike 了。幽神不能急，幽神稳住啊！现在稳不住了，因为主要是因为带的召唤师技能就是一个打支援的召唤师技能，太着急了。现在应该是去换塔，然后把金克斯的劣势慢慢的稍微先。收缩一点，对，真的要收缩战场了，现在不应该再去拼了，节奏已经没有办法再去带了。这里想先守无状态，无状态这状态还是比较稳的。哎，林耀被禁在塔下，这一波能跑掉吗？无状态这个 W 又命中了，幽神这边要跟上去招黄牌，但是金克斯又来了，要打要打，哇，这下伤害金克斯直接给他收回头，金克斯已经超神了，还差一下。再次拿到雷克赛的人头，这边还有一个纳尔，纳尔变大不了了，差一下，空中是三杀，金克斯拿到人头，三杀的金克斯十杠零 ，North 这几场比赛真的是证明了自己，太爽了。你说他要是这波回去当初就杀人到的话，这一波从上路杀到下路都已经太忙了。十三分钟啊，十杠零的金克斯，这个比赛没法输的，而且还是他没回城。更新装备的情况下，一波杀到现在。是的。
你刚才说啥？说啥没听清？啊？不是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没听清。哎，你看到他回去更新什么了吗？无尽点到了，已经十三十分钟，无尽加点到的信号呀，十三分钟领先对方 ADC 一把无尽。怎么说？伤害是不是特别高？伤害太高了，没法输，没法输。哎，这里面赶到了家里面，哦，你看一下，牛身躲了一下，我的妈呀，是跑不出去啊！哎，现在斯内克有点急了，真的有点急了。从下路卡牌飞的那一波打安妮开始就已经有点急了。其实我觉得今天幽神给自己的压力有点大，太大了，幽神真的压力太大了。因为斯内克也是换人嘛，所以这只斯内克其实带节奏的是幽神。因为他们上路杀安妮那波其实，哎呀，四处开花，还好有一个锤石的灯笼。上路单挑，这边是一个半血的那儿。夕阳明显装备有优势啊，装备这里有一个正义荣耀，再加上一个小兵甲。上路那波的话，纳尔和卡牌的控制是没能接上，所以让安妮跑掉了，跑了一段。对。所以那波送了金丝人头之后，感觉现在卡牌是压力有点大。压力有点大，哎呦，好凶啊！肉泰坦也要打得这么凶。现在你看，其实刚才如果不是那几波的话，没有这么大的差距。他现在是一直让自己处在一个爆炸的边缘。主要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，就着急了。幽神真的，就其实队友信任他的开始，他自己这边上路直接给大了卡牌开大招，但是安妮又来了，又是安妮直接晕到，伤害稍微有点低，有机会，伤害稍微有点低。这边酒桶一个大招，但是一张红牌是打死了安妮，漂亮。这里锤石在打灯笼，点回圣枪哥，这边还要继续杀泰坦，就是在旁边是没有做任何的事情。这一波对于斯内克来说是一个机会，但是这想干嘛？想过来硬打吗？这可能是斯内克翻盘的一波机会，两个人刷了一下，很危险，有一波治疗。死了一波零换三，这边果然是一个翻盘的机会，反身又是一张黄牌定住拉布林。而且这边没有多选择，没有多过来，还要来，没有多这边先杀一个锤石，锤石已经被秒了，上头了，上头。这个 OMG 刚才这一波连续的操作真的上头了，当然了，斯内克也抓住了这波机会，现在应该是抓住了最后的一根稻草。对，这一波想杀圣枪哥的纳尔是追了很远。而且主要是纳尔好自信啊，主要是十一个人头，他一直扛到最后一点伤害才开交闪现，对，很稳。而十一个人头的金克斯也不在场，对，他其实是占据了很大一部分经济的，就是他们现在领先了6000的经济。好，来看一下回放，有4000都是他的。泰坦跟安妮两个人有什么伤害吗？反正打得很凶，真的自信，他一直打到最后一下才交闪现。然后黄牌直接收尾，而且这一波富勒斯芒的开团优势就体现出来了。对，本身你看金克斯这个位置，这个有点直接把辅助丢出去，丢了两个。如果回身慢一下，还有哪一个呢？金克斯只要被顶起来，其实他没有输出环境了。对，他是得靠炮形态打 AOE 的。是的，好，那这一波打完以后，其实是扳回了很多的一个经济，因为对面个个都大人头。11-0的金克斯被终结了，看见正义荣耀中路还要打，我看到 OMG 这一把要打出自己拆迁大队的风范了。虽然是遭遇了一波阻挠，但是一点都不服。但刚才那波的大人头是雷克赛拿到的，对，所以 C 位这边的经济还是没有一个飞跃性的提升。卡牌装备还可以啊，主要复仇之王这边马上也要把那个罗纳的飓风加滴血剑做出来，滴血两件套，又是顶，一个站回来，复仇之王完了，这边一个被秒。艾拉也是有点危险，被导弹收尾。这一波就是没办法了。对，在这种狭小的路口遭遇酒桶的先手，你没办法逃掉的。是的，然后这边配合中路的兵线，只让安妮的熊来顶塔的，中路的二塔应该是在劫难逃。一勾又勾到纳尔，还想开纳尔，变小了。好了，伤疤冒了疼，但是发现小纳尔。打掉了，打掉了。那这样的话，死掉三个人，感觉高地都有机会。看一下幽神这里能不能够利用自己的 poke 能力，把这波高地强行守住。他们想拖一下富勒斯芒活。这波冲高地吗？还是算了吧。哦，清明能力守住了，守住了。刚才安妮开了一个加速球，然后所有人就开始往后跑。现在其实 OMG 控一下龙就很稳了。卡牌在追，这个追不了。稳住，现在就是要稳住。对。现在只要全力的保护这个金克斯，斯内克现在看看怎么打。幽神的大招传送都是在手上，但是他们现在也只能指望 OMG 去越塔了。现在要想抓的话，3-2都不一定能打得过。是的。
现在在输出上面的话，两边差了一个 level， 差太多了。对，而且纳尔团队经济上也是被对方领先很多。是的，而且纳尔现在的装备还没有做到自己的第一件防装的装备，他现在也只能打一波控制，然后自己可能就要死。所以卡牌和复仇之矛这两个点能不能够发挥出应该有的作用？今天我觉得汪记做的最好的就是每一盘都针对圣枪哥。对，每一盘这边来了，卡牌直接飞上路，夕阳这里又面对对方两人的 gank。这波有闪现，看看他交不交。三个人，那不算了算了。这个闪现还是没必要交的。幽神还在尽力的带每一波节奏。幽神真的尽力了。好，这波他们是比较稳妥的选择，只要看到对方 C 位出现，抓一个泰坦的话，没有太多反打能力。对，这里会野区入侵，但是 buff 实在是保不下来，再加上这条小龙，其实一个人头送到了一个 buff 加一条小龙 ，OMG 也是很愿意做这种买卖的。不过现在的局面，其实对于 OMG 来说，其实这样你把 OMG 这样打，反而我觉得死灵会有机会。好，就是你慢慢去打，然后让我去肯定用卡牌去找机会。卡牌是非常的喜欢你做什么四幺分带，或者说你 C 位在下路带线，然后我卡牌配合随便一个谁，我大招过去把你留住，强行杀人。这种节奏其实是可以的，反而要怕的是 OMG 现在开始抱团，现在开始抱团什么？安妮闪现一开，对吧 ？OMG 这种又不讲道理的，你又不知道。现在看看塔数吧 ，OMG 还有最后一个二塔。对。其实因为他们刚才那波，即使不抓那个人，小龙也是无力防守，对，也不可能回来打。所以现在 OMG 如果真的抱起团来的话，只要有闪现，也是蛮难打的，因为先手的手段太多了，九桶。泰坦再加上一个安妮，中路这边想直接开塔，不敢过来啊！看到维克托了，小北这边的青羽应该快了，这边确实他的装备成长太快了，只要全力保护这个金克斯，团战是很难输的。是的，应该现在就是在等金克斯的这个青羽，但是为什么说狮王的凝血哦？有了有了，两件套，狮王是一个正常发育，正常发育。因为金克斯是一个无解发育，其实你看现在20分钟，复仇之王的发育已经算很好了。就你单看卡牌跟复仇之王两个人的装备的话，其实这盘 Snake 的这双 C 位已经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。这波回家是一定有青羽了。对，青羽拿出来，可以在小大龙处埋伏一下，对，逼你一下。或者他们现在的这个装备，这里是一个机会，来一勾勾到九桶，不是很好，是最烂的一个九桶啊！对，而且反击小秒被复仇之王拉了回去，一个大招炸回来了，幽神直接被炸回来了，赶紧跑！泰坦来了，泰坦来了，直接大招甩在幽神脸上，幽神这边有点难跑了，马丁被勾了回去，五张牌九桶顶歪了，这里再跟上减速，下一发 Q 应该快好了，哎呀，这波运气也太差了，勾谁？都可以，就是勾了一个酒桶。其实艾拉这一场比赛所有的钩子都不是特别的理想，那这里的话由于击杀掉你三个人，这一波甚至可以直接开大龙，这一波大龙已经有了，这一波确实太运气太差了，就是三个人挤成一团就勾了一个最差的一个酒桶。对，如果刚才勾到的是雷克托的话，其实就有机会秒掉的，这一波雷克赛还活着，雷克赛要逆天改命吗？但是有一个安妮，小小的安妮就直接把雷克赛给赶走了。大龙在21分钟40秒的时候直接被 OMG 所斩获，那么现在他们的优势非常的大，又是一个20分钟10000经济，再加上大龙，对，这两个队伍就是这样。而且现在中路的话，优神也是悄悄咪咪的带了一座塔，中路的一塔是被优神带掉，稍微的缓解了一下经济上的压力。对，优神这边是出了加油卫士，但幽神其实你觉得他现在还是需要一点高 AP， 他可能需要他的 Q 技能去不停的 poke 和清兵，然后没钱，确实有钱我也想出帽子，有钱我也想换好车，对吧？然后这个装备已经有点没法挡了，还有传送，现在OMG应该要做一下高地的推进了吧？还有一座啊，应该要等夕阳的冰心，反正是700块钱嘛，对吧？现在优势对于整个团队的提升还是非常大的，尤其是非常限制复仇之矛在团战里面的一个灵活性。让他一个人去带，然后剩下几个人带另外一路。对的，他们对对方还是有开团能力的，所以不能一三一的分推。可以推了，这优势比天还大。现在看一下塔下怎么办？塔下的话，如果想守，此刻可只能靠这个纳尔垂直的一个配合。而且必须要秒金克斯，秒其他人都是浮云。还好这边的话，守塔能力是比较的强。泰坦回家了吗？刚才？在中路，中路继续带。应该是回过一次。而且他们不仅要秒金克斯，还要在秒他的时候没有付出太多代价，因为这个时间段维克托的爆发也起来了。
因为多哈有个进化不太好秒。是的，泰坦这边在中路分蛋，这波泰坦可以做一个包夹了，我觉得来了。这波是一个五打五，但这波包夹的话现在是没有兵线的，这波包夹的时机来的有点晚，卡牌所以现在也只能带回中路了。卡牌的清线还是挺给力的。哎呦，这边中路的防御塔被打掉了很多的血，而且你卡牌走了，还好上一波兵线离得比较远。那毕竟卡牌是有传送也有大招的，能够稍微去清一下。我有种感觉，现在 OMG 可能快要越塔了，有点顶不住了。到那个 timing 了，到那个 timing 了。哎，这边过了，直接开了，炸回来，炸回来了。卡牌是过到远角，大刺客刺客着，被秒了。这波卡牌被那个大刺客被逼在了死角，完了，吉克斯被杀，卡牌拿了个三杀，这边就做到一个灵药。黄牌出手，一个 Q 技能。哇，贝和风之矛是打了一波一换四，九筒子一波开团，虽然看到雷恩赛，但是被纳尔打到了四个人。我说了吧，我有一种感觉 ，OM 就要越塔了，没想到就开对方的打野，另外的控制就跟上了。这波其实应该等泰坦过来包夹越的，没有泰坦的话，其他人没有坦克、啊。这波太冲动了，真的是太冲动了，又给了 Snake 另外一根续命稻草，就是现在 Snake 一直在续命。当我们都认为 Snake 已经没有什么机会的时候，盛江哥这个大招又遇到了亲密了。他主要这盘对手可不是那上盘那种没有开团的阵容，对，拿下全是开团。所以啊，就分带什么？你现在就在打团，你看这一波过去，安妮先手，九筒大招跟上，确实非常不错。但是所有人都在盛江哥的如来神掌之下。哇，这一波直接大到四人，而且关键是维克托被大到了防御塔的攻击范围之内，所以直接被平掉。对，滑板鞋这个位置压力输出，不是你不能这么打。我刚才就说了，你不要去分带。就现在 OMG 这个阵容，其实去分带真的是给死那个机会。OMG 现在怎么办？就打团。刚才这种情况之下，如果是五人越塔的话，我相信这一波可能不会是这个结果。主要没有肉去顶，对，而且在就队友已经先手的时候，其实这是个时候阵型会被聚起来，这个时候是纳尔最好的放大时机。而且关键点在于卡牌在开启团来入场是有用的。泰坦是没用的，对，还是要全力保护小北的金克斯啊。是的，这波的话他出了水银系带了，而且要开的话其实泰坦可以去开，对吧？对，你泰坦你这种死了不心疼的，对吧？对，你这其他人都跟上去的话就被纳尔逼动一下泰坦了，现在要等大龙了。还好刚才那波是没有大龙的，如果有大龙的话这波死那个直接就翻盘了。哦，主要刚才米勒说了一句这怎么输，然后我现在有点替他担心。还好虽然只有一个字，但包含了无限的意义。这个观众都懂。你想刚才米勒看到那个什么12-0的10-0吧、哇，这金克斯无敌了，对吧？一波勾到了九筒，这波应该不会再上了吧？现在 OMG 应该是稳住的，应该是稳住，应该要等一下大龙。其实你现在四龙在手，还有大龙、小龙，没有必要去着急越塔的。慢慢的，说实话，这场比赛如果 Snake 翻了、真的就是幽神卡牌的逆天改命。这盘幽神可以的，就执着，真的是一直在执着，在寻找着获胜的机会，又开始分蛋，然后泰坦又要被抓。金克斯，多到金克斯有水银，这波是逼出了一个水银系带，还好有水银。真的，我在想他们分蛋的目的是什么？有卡牌的情况下你去分蛋，不是这个分蛋是可以的，但是很难。我告诉你，分蛋一旦被正面开团或者在侧面，这一波不能推了。OMG， 这波绝对不能推。这个时候大龙还有一分半刷新，这个时候就是一波加大龙，没有水银系带了。再现在 OMG 就是应该干嘛呢？回去以后开始做视野，然后把大龙出的视野做好。所有人抱团，不要给卡牌这种机会。这个没必要打的。然后就是离这个纳尔远一点，这纳尔，这有两层意思，这是双关语。第一就是打团的时候离他远，第二就是不要再去想杀这个纳尔，对吧？盛江哥这两盘纳尔还是打得挺好的。是的，没错。关键前期没有拿到什么人头，没有什么发育，但是大招团战确实给你。对，大龙马上刷新，小龙再等一下。第五条小龙应该要决战了。现在 OMG 是领先7000，但是相对于其他，刚才的那段时间，现在已经是有一点虚了。是的，把卡牌这个
因为装备差距是接近了，对手补了一个防御装 ，AD 的装备其实是差不多了。对，卡牌现在有中亚了，对，他现在具备着好多种可能性，就是他把卡牌这个英雄的机制提升了一个新的高度。幽神就在等待机会，他现在是猎豹，现在其实也不好抓，但是刚刚传送一直没用过，要逼一下大龙，马上就上新了。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欧安杰等 Snake 去开他，自己不要开，这是最划算的。你一开卡牌飞过来，瞬间无打死。哎呦，林耀这边 Snake 这边如果不勾到脆皮的话，肯定也是不会开了。对。好了，大龙现在在大龙复活的情况下，你有视野的情况下 ，OMG 也不太敢用。28分钟，他们在领先的经济仅仅只有他们想把对方卡住，然后中推。可以，这波可以，来看一下后期怎么办。九总在旁边一直在赶人，但中路的兵线来得有点慢。圣战哥已经回到了高地之上，卡牌有点远，但是卡牌有占优位置，打一个时间差吗？算了。哎，这边看到一个风之矛怎么办？抢一个彩，炸了回来，过来闪现了。完了完了，双人工分秒。太难在中间被打断了，圣战哥是被九筒一度平顶了回来，没有飞起来，幽神那边被电，金星都没有拍出来，就是四杀，吴耀台收下了第四个人头。我刚才在特别想回来守高地的路上，被是被对方给卡住了，然后让九筒找到一波开团的机会。这一波 MG 打了一个很漂亮的调度，是让复仇之矛在路上碰到了九筒。这一波林耀神 MVP 啊，他这个 E。开团，包括刚才一顶，我这边圣战哥的纳尔。对，这一把林耀真的是 carry 有点 carry， 最后一波非常 carry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要提前恭喜 OMG 获得本场 BO5 的胜利。